首先，我们邀请板信商业银行张其勋副总经理。板信商银从信合社起家，时时刻刻以客户利益为首要考量，透过分行经营商圈深耕在地，以满足客户全方位金融需求。在金融环境快速变迁的时代，不论社会价值观如何改变，板信商银始终以诚实信用正派经营为己任，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永续经营，同时为感谢员工努力奉献，除提供优质工作环境，更透过各种教育训练实现自我价值，期待员工与企业共荣成长。